每个星期天的早上，我都会跟朋友到咖啡馆呢喝咖啡。我们现在呢也是寻找不同的地方来喝咖啡，寻找一种找咖啡店的这种感觉，挺好的。那刚才咖啡结束了以后呢，我看到我对面的这个咖啡馆呢也很不错。在墨尔本很多人都喜欢坐在马路边上喝咖啡，这种感觉我也觉得挺好的，所以我就想呢到那里去看看去。我的车呢就停在路边，这里的街上呢有很多的一些涂鸦，画得还挺漂亮的。现在我沿着街道呢走过去看看去，前面这个呢是一个花店，卖植物的，门口也摆得很漂亮。现在我们的对面呢就是这个咖啡馆，我现在站在这个花店这里，对面的就是这个咖啡馆。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呢来看的话呢，应该还是很漂亮，我喜欢这个角度。这个建筑呢本身就看起来很好，然后这里有树，树底下这些休息的这些人，这个场景都比较有生活气息，很有一点那种情绪啊。我就画这个，现在开始